的领受，主的托付，一个至高至上的使命，我要将你伟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见证。本来你可以从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传开，但因为你无限的爱，世人有传福音的光彩。我愿意忠于主所托，向世界传这信息，若不传便有祸，就是不愿罢舍。我愿意忠于主所托，使我能够荣耀你。主已吩咐但愿我们总不辜负主，凡不听主命令的人，可怕灾祸就必会来临。我们当存未知之心，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。我们更应遵从使命，为主到世界各处见证。我愿意忠于主所托，向世界传这信息，若不传便有祸，就是我愿罢舍。我愿意忠于主所托，人道歉世人的债，应将福音向别人传扬。如此我们恩典慈爱，我们应当与别人分享。应使们以罪恶之子，最少有一次听到良机，依靠恩主领我的爱，使他有着盼望的福气。我愿意忠于主所托，向世界传着